大家好，我是林诗鹏中医师，我毕业于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学士和硕士学位，现在呢是善德中医坊的中医师。通过此次平台呢，我们主要呢是推广中医中药的产品，比如说药膳、汤品，或者是茶饮，给这个现代社会人体所需要的这种体质而推出的。第二呢，主要呢是可以帮助到特殊儿童的这一块，每一包中药呢都是由特殊儿童亲手包装的，那么呢在这个比例的搭配上呢，我们是严格管控的，那样特殊儿童呢除了可以有这个动手的机会，也可以在这个生活上的这一种训练他们的这种专注力。首先呢，我们的第一个系列产品呢是防疫汤品和药膳凉水。那么呢，现在呢，我们的国家以至全世界呢，都在面临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肆虐。那么，除了这个卫生部强调的3W 和3C 的防疫，还有加上隔离的这种防治手法之外呢，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中医中药，来做一些身体的这种调试。此次推出的这个药膳调理呢，主要是针对长期在外的工作者，又或者呢是长时间要面对人群，抵抗力低下的这一类人群，那样子呢，通过这个药膳调理，可以提高人体的正气，抵抗外邪。因为中医有句话说，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。也就是说，人体的正气足够的话，那外来的邪气是不容易侵犯我们的。